没人，宁可吃亏也不占他人便宜，宁可负累也不把诚信愧对，处事宁可吃苦也不把人心算计，宁可贫困也不去坑蒙拐骗。人活一世，人品是一个人的根本，良心是一个人的底线，尊重是一个人的修养，体谅是一个人的胸怀。啥叫为人处事？能包人的时候别贬低，能疏干的时候别空谈，该感激的时候要感激，该淡然的时候要淡然。为人处事就要干干净净，对人对事就要诚诚恳恳，不是你的东西不惦记，不该计较的事不计较，对朋友真心实意，对感情死心塌地。做人有三不：昧良心的钱不赚，欺骗人的话不说，算计人的事不干，穷死不贪心，难死不作恶。处事有三好：存好心，不骗人，说好话，不伤人，做好人，不害人。没钱可以赚，善心不能断。啥叫为人处事？人正，人品是根本，心善，良心是底线，诚恳，真心是标准。为人处事，本本分分不挑事，踏踏实实不惹事，干干净净不怕事，坦坦荡荡做好事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